小段唱快板，唱的团团转。哎，又到小段唱快板的时间了。我是小段段彦希。现在人做什么事啊，都流行混搭，穿衣服要混搭才好看，喝饮料也要混搭才有层次感，就连拍戏也要不同国籍的演员来混搭一下，才能摩擦出火花。接下来表演这个段子叫做大杂烩，它就是快板里面混搭的风格，没有听过吧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我说了一个大嫂松个娘，在水泊梁山美名扬，她在那少林寺里学过艺，学会了棍棒与刀枪，拿起了刀能切菜，抡起了棒锤砸衣裳。飞檐走壁他不会，可他搬着个梯子能上房。只接音黄飞鸿大战廖天丁，武则天打败了牛魔王，史艳文一见害了怕，请来了张飞松二娘，他俩驾着战斗机在空中跳伞落山梁。张飞他拿出了手榴弹，松二娘架起了机关枪，眼看着这稀里糊涂一场战，到下回包公要神武